我跟新店蔡依林来逛 Costco， 今天人还算没有到多到很多。冷冻柜，这好漂亮哦！这是哦，是大陆品牌海尔啊。冷冻柜，哦，就那这种比较便宜，这比较好看。我看一下，这是冷冻柜吗？对，就是只有冷冻而已。其实就是你说哪个？等于是缺货，这都卖掉了。哦，这都是卖掉的、哦。现在大家家里都会想要买冷冻，可是我觉得买直立的不错，直立的你家里比较不占空间，比较不占空间啊。那个也是卖掉的。那个应该没有，可是你要买这个，其实网络上买应该就可以了。也有我啊。这个感觉比较不占空。对，我觉得要买可以考虑这种直立式的。我们往这边走啊。往这边走。哦，好啊。买黄金啊！买黄金，有一克拉吧，一克拉才是。我都没有这种高级的，知道吗？怎么有要嫁女儿的感觉了吗？嫁女儿就买就好了，方便啊，也配合。他可能钻石比较大、哦，对啊，钻石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前天新闻吗？怎样？南非挖到了一个全世界第三大的钻石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可能挖到那个就发大财。我们看看就好了啦。全世界现在第二名的大钻石在 LV。在 LV。哎、欸，那个轰趴是黑的。对啊，轰趴黑的。比寿啊。小时候很常吃这个，这个，啊，人还是不比较少啊，比平常少，不过也是有一些。这礼拜六。对啊，这礼拜六。是饮水机，这要做什么？你说这个？他在这里干嘛？不晓得。你看这个都已售出。这个是冰箱吗？对啊。对啊，现在这种可能缺货吧。大家都想要家里再多一点冰，就是冰箱。这是不是一阵子没出现了、啊？这个灯。这我们家有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哎 ，Tescon 的，他卖999而已。那应该是大陆的吗？哦，对。它有分日本制跟大陆。哦，日本制会贵一点。对。哎，这个是那个牌子气炸锅牌子的咖啡机。啊，是哦，也很便宜耶，两千多。不是啦，不是。对啊，它有一个那个牌子啊，在后面有卖气炸锅啊。可是好像不是这个。不是，我知道你说的是便宜的那一个。对。我是说它有出那个气炸锅，8000多块。哦，不是这个。不是，还是烤箱，我忘记，反正8000。然后这是 KA 的搅拌机。我们是还没做馒头啊。对啊。然后这边有苏菲棒。
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要不要买牙刷头？有需要吗？需要就买啊。好像没有了。没有了，要帮他们换吗？那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用。我们家的款式都可以换，只有天哪，悠悠的我换掉了，悠悠不是飞利浦啊，这个，他们是欧乐 B 吗？对啊，你我们的是欧乐 B 还是？我们的是这个，那你就买啊。我记得没有，哪一个？我的已经不是了，我的那一只坏掉了。哪一只？你的欧乐 B 坏掉了？对啊，我已经换成那个啊，就之前人家给我们的那一只。真的假的？对。特福的这个，我们家就是这一台，这台其实比较贵，可是真的蛮好用的。这个就是最近大家都收到吗？哦，最近大家都2200系列，我不晓得。对啊，就这台啊，没错。啊、哦。我们家就是这一组啊。我说这个、啊，8000多块。哦。哎，这是大同电，不锈钢的、欸。对啊。走吧，就逛。那我们是应该干脆别买。你说买一组这个，可是我不需要啊，除非你需要啊。我不用啊，我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的那个才用，就是我现在是用另外一个的。特服在特价。特服在特价。大概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哎。169。几件组？看一下，感觉大家还是来买食物的比较多，就往后面走。这边有特福的保鲜盒，这个不是拉件枪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个就是大家之前说它的保温效果很好的那一组，是不是？那买一组试试看吗？这，我不确定我开。600，这是两个。对，两个500多。500多是不贵啊。对啊，我记得这个好像是人家说之前很好。是这个吗？我查一下，我不确定。我们目前就买了一个牙刷头。我们有需要吗？夏天就用得到。带出去了。我们没有这种保温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它。665，现在还比较便宜，639。那我们买一个吧，你觉得蓝色？好啊。我觉得蓝色跟紫色，不要买白色，这个白色很容易就坏掉。白色很好擦。嗯？白色很好。对，用哪一个？我觉得不要白色就好，其他都可以。可是它就只有这样跟这样，这样跟这样。对啊，就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个配色是。可是我喜欢这个啊。那你还问我？你不要问我就好，那就这个啰里吧嗦。好了。问。我们这边走过啦。
真的是。好啦，先暂时拍到这。